HP 麥盒 refill 墨水示範，今次用95嘅墨盒嚟做示範。咁我哋預備咗12標墨水，每支就4秒，成本都為到3蚊一。咁我哋而家開始拎個95號墨盒嚟，頂頂個位係黃色。咁我哋照加黃色篤穿佢，用10-20秒時間收起，加啲墨水入去。如果頂頂有墨水出的話，不要繼續加了。這個95原裝都是只有8秒墨水，我們加到12秒已經多了 50% 了。這個位置，這個左手邊這個是紅色，都是用10-20秒時間去加下去。滿了索返啲墨水油，搵一次次索返啲墨水，翻乾淨佢。到藍色，係咁樣，都係用10幾秒時間嚟打入去。都係嗰句，滿寫咗搵嘢抹返佢，索返少少墨水油。索返少少酒，最後步驟用個動物夾拍返落去，索啲墨水出嚟，等個墨頭冇空氣喺度，咁啊擺落部機就保障佢會編到嘢啦。索大約半秒墨水到，咁啊完成㗎啦。咁揾啲乾淨嘅廁紙抹下佢，初頭會好污糟嘅，因為啲頭先抽啲墨水出嚟，印翻乾淨佢，咁啊完成啦。冇問題，95墨盒 refill 墨水方法咁啊完成咗。上面嗰幾個氣孔可以揾普通膠紙貼上去，就遮住啲氣孔就得噶啦，冇乜問題嘅。咁啊示範費事遮住啫，啊冇問題啊。咁啊慳翻百幾蚊，多謝曬。